喂，哎，四哥，那个你现在说话方便不？现在啊，嗨，有啥不方便的呀？方便，你说吧。那行，那个我这边着急用2万块钱呢，我给你个卡号，你赶紧给我转过来，着急哦。哎，不是，你说的啥味儿？有点咸呢。不是，我说2万块钱。喂，我说我，喂，咋卡了？啊？我这没卡呀，喂，他卡了，管他呢，老公、啊，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，你卖不卖？不卖。老公你真好，为什么呀？你又不值1000万，这种没良心的钱我不赚。啊、你有本事你走了你就别回来了，不回来就不回来。喂，小丽，你真狗已经被我骂走了。什么？三缺一啊？行，我马上到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小强，今晚上出来喝酒，我买单。小鹏 X9 助力新年目标。老婆。要啥？又要钱？给，都给你。这手咋这么冷呀？过来，我给你暖暖。我愿不服输，爱你是我唯一的赌注。老公，啊，给我取13000块钱回来。嗯，好。回来啦，钱呢？哎，来，这是5000。啊。这是5300，一共13000。炸。没问题。哎呦我的妈！嗯。哎，等一下。给你100小费。谢谢老婆。你谁呀？打我干啥呀？很多事情都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强地活下去，不是吗？加油。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认错人了。哎呦我的妈。这美女说的真不错，加油。老婆，我的内裤呢？在我身上穿着呢。啊，不是，你穿我的内裤干啥呀？你不穿你自己的内裤啊？你还知道是你的？是你的还来问我干嘛？老婆，冰箱里的鸡蛋是你买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下的。那木耳怎么泡呀？放厕所里泡，放粪坑里泡。有人不是这样泡不好吧？好不好你自己说了算，不要再来问我了。哦，老婆，水烧开了，往哪里倒呀？往哪儿倒？往我头上倒。老婆，开水来了。我发誓，我与赌徒不共戴天。你对黄峥是一字不提啊？我黄某发誓，我与赌徒不共戴天。黄某，你是你？你别笑。我李某发誓，我与赌徒不共戴天。黄峥。黄天带上，我与赌徒不共戴天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啥？找我借2万块钱呀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家庭地位，我们家的财政大权在我老婆手上。那这样吧，我问一下我老婆行吗？哎，老婆，有个长辈找我们借2万块钱，借吗？不借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我也不借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不是我不借给你啊，是你女儿不借的 啊！我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千叮咛万嘱咐，说让我一定要听你女儿的，我做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爸，喂，爸。挂了，挂都挂了。喂。仰卧睡觉对肺不好，右侧睡觉对肝脏不好，左侧睡觉对心脏不好，趴着睡觉对肠道不好，不是熬夜对肾不好。感谢收听王爸养生栏目。以后做事不能这么冲动，要三思而后行，知道了吗？什么是三思呀，老婆？思维。啊、你干啥呀？我喝口水，嗓子不舒服。有人。你拿手机干啥？这个是度娘。哎，就在这儿。
你不要以为一天到晚给我洗衣服做饭生孩子你就怎么地了，把我惹毛了我照样删你。你删你删你现在就删。你觉得怎么样，这风吹的是不是比空调风吹的舒服一点，柔和对吧？哎呦我的妈，我受不了你了，明天就去离婚。离就离，谁怕谁呀、啊，离婚也是明天的事儿、啊、今天你还是我的人、啊、上床睡觉炸看见站过来站转过来。哎呦我的妈别动我钱、啊、什么钱，私房钱。你藏哪儿了？枕头下面了，那是给我老婆买生日礼物的钱，没想到还差200。你别笑啊，作业转眼眼睛吗？别吐我，我有老婆啊。知道，不出来，闭嘴，赖赖，开口骂人吧。我闺蜜约我出去玩，晚上别给我打电话。你咋又出去玩呀？有人倒是来个小鬼。哎呦我的妈！发工资了。哇！这个拿去买套化妆品。好嘞。这个拿去和你闺蜜吃点喝点。谢谢老公。冬天来了太冷了，这个拿去买件羽绒服。行，再买两双棉鞋。这个留着家用，这个就归我了啊。这么点你够用吗？够用，根本花不完。